以请问如何克服嫉妒心？这个地方有理有事啊。理论上讲，嫉妒是从成会呀出出来的啊，它是属于成会的一部分，是很严重的一部分。成会嫉妒。 果报在地狱。如果你要常常想到这个事情，我应不应该再生成灰解脱了？啊，也就是说，愿不愿意多、啊、地狱？这个是要自己、啊、认真去思维、去观察。 啊、那么第二个呢？从事上讲，成会嫉妒心对别人伤害不大，我常常讲只有三分，对自己伤害七分。啊，因为成的成会嫉妒会把你这个内在里面的贪嗔痴啊加重了很多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在这个时代去很多。 这些疾病啊，你就很容易感染。要、啊、说你里面有病毒，啊，外面在有这个病毒，你很容易感染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晨会居住的时候，你的寿命不会很长。啊，所以你伤害别人少，伤害自己多。啊，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 呃，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，啊，上一次我也跟诸玉提出了，好像在七十年代，他们发现将近三十种新病毒，啊，过去没有的，而最近五年呢，居然发现了有一千一百多种新病毒，啊，这个新的病毒啊，现在还没有药物来对治，所以提出警告啊。 让大家，哎，小心谨慎的预防。那么，这个瘟疫可一爆发，可能是全世界的啊。有这个预告啊，所以要晓得，成会是要送自己命的啊，害不了别人，真的是害自己，不不会害别人啊，对别人障碍不大。 啊，别人有福报，如果你的气度、成慧能把他障障碍住了，那你的能力大了，佛菩萨都要拜你做老师。为什么呢？你能够啊，主要违背因果，啊，就是没有因果了，这还得了吗？佛菩萨不能改变因果，你能改变因果？他有福，啊，我让他没有福，这还得了吗？佛菩萨都做不到。 啊，你看有福报的人，他造作种种恶业，他福报大。啊，那些阎罗王、鬼神也在旁边看着。等到他福报享完了，再来给他算账。啊，你有什么能力？这个嫉妒障碍能够把别人福报毁掉？不可能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嫉妒障碍，无论从理上讲，从事上讲。 对自己啊，实在是大害处啊！哎、啊，这个，这个要知道。转变过来，看到别人有好的时候，能生欢喜心。啊，能够随缘，啊，随缘是大福报啊！啊，有能力帮助他，啊，这是你。 随喜的功德，在佛家普贤十愿里随喜功德了。没有能力的，了，我赞叹啊，赞叹也是随喜啊，也是有很大的功德啊，不可以破坏，不可以障碍啊，不可以用嫉妒啊，所以说是,是是福是母，是天堂是地狱。 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，啊，决定跟别人没有关系，啊，要很小心、很谨慎的来学习。